去下集。大雄，你还好吧？啊，哆啦 A 梦，你觉得刚才的幽灵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话，那大概就是假扮的吧。我想那座城堡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存在，所以有坏人化妆成幽灵的样子来吓唬要靠近城堡的人。你刚刚才从那个幽灵那儿逃出来啊？话是这么说，不管到底怎么样，很恐怖是错不了的。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。我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情，半路上我看到伯父的车子消失了，我不加思索地回到这里来。这些谣言全都是你编出来的，你为了不让城堡卖出去，就把每个来这里的人吓跑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脱下你身上的盔甲吧，我知道盔甲里面的人就是伯父。请你等一下，就算逃走也没有用。你别跑！啊，怎么消失了？啊，这是什么？隐藏的门。虽然以前曾经听爷爷说过，城堡里面有一个秘密的通道，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是古时候的地牢。那一天，城堡里所有的角落都搜查过了，就是找不到罗蒂小姐。传说是亡灵在作祟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？我知道一定是坏人在捣鬼。罗蒂小姐她有危险，我们要快点去救她才行啊！哆啦 A 梦，快点！你可是有幽灵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那种经验了。可是罗蒂小姐她，有了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了。我们也去找个幽灵来怎么样？不过是真的幽灵。哎，不行，还是找不到，这里也没有。在城堡落入他人手中之前，我一定要到处挖挖看，祖先们埋的宝藏难道真的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吗？可恶啊，没想到又白费力气了。是祖先。你是艾米西夫明西豪森，难道真的会有这种事？真的是明西豪森男爵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装成幽灵样子跑出来吓我是不是？我要你现出原形。真是丢脸，我的子孙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。你这个败坏门风的家伙。约瑟夫先生，果然是你在作怪。你把罗蒂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罗蒂小姐，罗蒂小姐，找到了，罗蒂小姐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们两个坐时光机到500年前的世界，把你的祖先请来了。什么时光机啊？我的祖先？这两个人突然跑到我寝室来的时候，我还真吓了一跳。有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，
只知道我的子孙遇到危机，我就跟着他们赶快飞到这里来了。来这里果然发现有人对你不利啊，你就是罗迪。是的。嗯，虽然经历这么久的岁月，你的脸依然有我妻子的影子，你好像相当辛苦啊。没有，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服输的个性，真是个好孩子。我把宝藏留下来，就是要在这种时候备用的。你们看，哇哇啊！现在几点了？我还想睡一会儿。早上五点，我们那儿还是晚上呢。罗迪，我觉得你一定会成功的，让西梅亚城堡恢复成为往日繁荣鼎盛的样子。别忘了。好的，我会努力完成。结果想买城堡的梦想还是个梦想啊。什么？隐藏的门？虽然以前曾经听爷爷说过，城堡里面有一个秘密的通道，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啊！好臭啊！这是古时候的地牢。那一天，城堡里所有的角落都搜查过了，就是找不到罗迪小姐。传说是亡灵在作祟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？我知道一定是坏人在捣鬼。罗迪小姐她有危险，我们要快点去救她才行啊！哆啦 A 梦，快点！可是有幽灵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那种经验了。可是有幽灵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那种经验了。可是罗迪小姐她，有了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了，我们也去找个幽灵来怎么样？不过是真的幽灵。哎，不行，还是找不到，这里也没有。在城堡落入他人手中之前，我一定要到处挖挖看，祖先们埋的宝藏难道真的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吗？可恶啊，没想到又白费力气了。是祖先。你是艾米西夫明西豪森，难道真的会有这种事？真的是明西豪森男爵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装成幽灵样子跑出来吓我，是不是？我要你现出原形。真是丢脸，我的子孙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，你这个败坏门风的家伙。